小鸡屁股疗养师。你知道我现在是怎么做的吗？没有，就坐垫就坐不下去。太累了。我也听到高振宁要复活了，高振宁，他最近有没有在直播啊？他在帮我操作，这中间这个东西怎么关掉？小鸡屁股疗养师，谢谢大家送的礼物。哦，等一下，哦，屁股痛，没事没事。我把他名字一堵一下，屁股开始痛了，我受不了。大家都要健康，不要生病。我看有个，我之前刷到一个抖音视频，有一个巨帅的瞎子操作，国服还是专门搞那种操作的人。看我，让我觉得很帅哦！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哥们儿看过这个视频啊？等一下啊！我在这个位置先放个 Q，然后蒙眼过去把他踢走，就踢到这个 Q 的位置，然后让这个东西接上那个我第一时间放的 Q，你见过吗？等等等，哦，不，这个就是不行啊！您会，高就你会吗？真的假的？我这个会，哎呦，我那个，等一下，不干了，没意思。但这个就是不行啊，就是你要只是个人就做不出来这个操作。你往说有手就行。我寻思你往也不是什么操作型的选手啊，高教你是只是胆子大啊。高振宁优点就是胆子大，格里夫内交吗？格里夫内交，我知道，我告诉你们怎么操作的啊，我记得很清楚啊，在这儿 ，Viper 的侠，对吧？他是这样的。虽然。确实很帅哦，但是你让我问我说这个操作很难，那也其实不是。